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大陆知名旅游景区九寨沟，他说其中有个湖泊叫静海，在早上九点之前，湖泊清澈如镜，将对岸的湖光山色倒映在湖中，好不好？今天燕子站在比湖面高九公尺的观景台上，侧出对岸三点仰角是45度，湖中三点倒影，对吧？这山的影子，对不对？俯角为60度，则对岸山顶的高度为多少公尺？来，题目讲半天，就是有个湖泊，湖泊有一座山，这个山影子会倒映在湖中，对吧？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哦，现在这里怎么算？一样，我们画出来理解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先把湖泊画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在这边有一座山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山的对岸在这边，行不行？有一个观景台，这样行不行？今天燕真站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从这边往山顶上看，仰角是几度？45度。哎，仰角怎么画？因为它站在这边嘛，所以仰角怎么画？先画出水平线，对吧？以这条水平线为基准，往山顶上看上去，仰角是45度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题目又说湖中山顶倒影，哎，倒影在哪边？这边是湖面，这座是山，它倒影会在底下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会跟怎样？会跟这座山一样长，行不行？一样高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是倒影在这边，所以说我站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俯角以水平线为基准往下看下来，这叫俯角是几度？60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麻烦你想办法去把这山顶的，把这山的高度算出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们再把图形画一次，好不好？这图形一定要会画，不然你就不会算了，行不行？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首先哦，这边有一个湖面在这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这边有一座山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在山的对岸有一个观景台，高度是九公尺，所以说以它为基准，好不好？先画一条水平线过来，以这条水平线为基准，往上看上去，仰角是45度。那这个山在湖面上倒影是这么长，一样，以这条水平线为基准，往下看下是60度。麻烦你求这段山的高度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因为位置不够哦，老师把这边先清掉，行不行？老师怎么算？来。今天要求这段山的高度，我就去假设山的高度为几？为 h 公尺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假设这段是 h 公尺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观察一下这一题，这里主要有几个直角三角形？有两个，一个是45度的直角三角形，一个是60度的直角三角形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有这两个直角三角形，所以说我在乎是这两段的长度，对不对？这45度啊，这60度嘛，所以说我在乎是这两段长度，这样行不行？不错，我们山高是9，是 h 公尺，没错。那老师问你，那这段是几？原本这是 h 公尺，这段观景台高度是9公尺，所以说扣掉这9公尺之后，这段高度是几？ h 减 9， 对吧？同理，这个我们湖中倒影基本上会跟山一样长，所以说这一样是几？ h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加这段之后，这整段是几？ h 加 9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写到这边的时候一样，麻烦你，这有两个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好不好？因为上面这比较好算嘛，是45度嘛。45度是几？一比几？一。所以说这边是 h 减 9， 那这边也会是几？ h 减 9， 对吧？看完45度之后，我们再看60度。可不可以？60度是不是这？看一下60度这个直角三角形，它是2比1比根号 3， 2比1比根号 3， 所以说这两段长度是几？1比根号 3， 有没有看到？所以2比1比根号 3 嘛，所以1比根号 3， 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知道这1比根号 3 会对 h 减 9 比上
H 加9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结束了，麻烦用这比例关系去求的 H 数据就好了。可不可以？怎么算？麻烦你把内项乘内项，或者外项乘外项，先把根号3给乘进去，行不行？所以根号3 H 减掉9根号3，或者外项乘外项，一乘上 H 加9，麻烦你去把 H 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把有 H 移过来，没有 H 移过去，行不行？所以 H 移过来变几？根号3 H 减掉 H， 没有 H 移过来变成几？9加上9根号3。写到这边后，我们这边可以提出 H， 这边可以提出几？9。所以说我们这边提出 H 是几？根号3减1乘上 H， 这边提出9变几？根号3加1永恒好。麻烦你，我要求 H 对不对？怎么算？把这乘的一块变除的，所以 H 就等于几？根号3减1分之9倍根号3加1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把这东西把有理化，答案就出来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怎么有理化？一样，把平方减平方，3减1是几？ 2。 那有理化之后，根号减1改成根号加1，所以分子的地方乘上根号加1，所以乘起来是几？9倍根号3加1的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写到这边时，你看一下根号3加1的平方， A 加 B 平方乘起来是几？ A 平方加 B 平方再加上 2AB， 行不行？所以说这边乘起来是几？4加上2根号3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把这4加2根号3和2约掉，行不行？约掉是变成几？9乘上几？2加根号3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我们这样子就把谁？把这个 H， 也就是3的高度把它算出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到这边把这题整理一下， OK。